当地时间三月三十一日，俄罗斯外交部就伪造斯克里帕尔中毒案陷害俄罗斯，一致向英法两国提出多个问题。俄外交部当天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两份公告，两份公告包含了向英国提出的十四个问题和向法国提出的十问题。间谍中毒案是英国一手炮制的，是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主动介入、不断发酵的，而今。 俄罗斯就间谍中毒案对英国、法国进行连珠炮弹式的发问，英国、法国将如何作出回答？俄罗斯对英国的提问包括：为什么不允许俄方探视受伤的斯克里帕尔妇女？英方对中毒者使用了哪些解毒剂？为什么事发现场的英国医生手中有解毒剂等？应该说，这些问题中，有的问题很好回答，有的问题不好回答，但是。 无论好不好回答，英国都应该做出回答。英国会做出回答吗？会做出怎样的回答？如果说俄罗斯针对英国的这些问题是针尖对锋芒，那么作为旁观者，也对诸如为什么不允许俄方探视受伤的斯克里帕尔妇女之类的问题感到迷茫。英国如果担心俄罗斯探视受伤的斯克里帕尔妇女时弄虚作假， 可以派出人员与俄罗斯一起探望，为什么不允许？有什么理由不允许？这也许就是英国的偏见和傲慢无理和蛮横了。俄罗斯向法国的提问包括：基于何种理由被邀请进行技术合作？在技术合作框架下，英国向法国转交了哪些证据？哪些特征表明毒剂可能是俄罗斯制造？应该说，法国作为间谍中毒案的局外人。 这些问题都是很好回答，而且应该回答的。如果法国站在公正的立场，希望间谍中毒案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那么法国应该如实做出回答。如果法国选边站在英国一边，也许不会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或者回答这些问题时支支吾吾、东拉西扯、不着边际。俄罗斯就间谍中毒案对英法两国的发问，既是需要真相。 需要正义的发问，也是世人想知道的答案。无论英国还是法国，按理说都应该做出回答。间谍中毒案总要解决，不能成谜。那么，谁来解决？如何解决？解铃还需系铃人。英国和俄罗斯只有放下面子，坐拢来，共同派出调查组进行调查，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 英国和俄罗斯共同聘请大家认可的第三方进行调查，比如联合国相关调查组。而不管是谁进行调查，作为局外人的美国、法国等，要么做出建设性的贡献，要么就是不参与、不干涉。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要从中捣蛋、添油加醋、火上浇油，那么间谍中毒案很可能成为永久的谜案。解决间谍中毒案的当务之急是英国。 法国首先对俄罗斯的发问做出经得起检验的回答，因为俄罗斯是当着全世界的面公开发问，所以英国、法国有义务和责任当着全世界的面公开回答。